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观看今天的视频，我是大鸡。作为一名迷你世界的资深玩家，今天大鸡将教给各位小伙伴们建造生存模式、实用隐藏工具箱。好了，首先看一下我们需要的道具：蓝钻块、推拉机、AB 电能产生线、蓝色电能线、工具箱。好，下面开始收集材料、挖矿、合成、采集完工。好，下面我们开始建造。蓝钻块墙壁铺满，长四宽三，搞好之后敲掉一个，推拉机械臂后面搞好，接着转到后面，左右都要搞上，不然藏不起来。接着上面给它搞上电路火把，也就是电能产生器，最后收个尾。工具箱蓝色电能线通通搞上，敲掉这个方块，这样我们的生存隐藏工具箱搞完收工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还想学哪些生存实用小技巧？欢迎在视频下方告诉大鸡。我是大鸡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别忘了。